四号来到最终场，嘉宾请来阿信的偶像苏慧伦。女神不忘给阿信送上爱的抱抱，让阿信害羞的说：“小声一点，周玲会听到。”笑翻全场。我觉得你今天来的话，应该是阿信比较紧张。真的吗？你有在害羞吗？你在害羞？没有啊，他在紧张，他没有害羞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来你演唱会啊？我其实有在想说，要不要练一下九令的什么舞娘还是玫瑰少女？不是，因为我想，我觉得我也可以为你变成她。哎呦，没想到女神也有 follow 到他们绯闻的部分呢。下一秒更爆出主唱大人的追星黑历史。慧伦感觉上就是我小时候，不是小时候，以前崇拜他那个慧伦，现在也崇拜。对啊，写明信片嘛，哈。上课都不专心哈，500张哎，为难你了。为了那个让你那个打败那个小虎队，变第一名，所以我数学不好都是你害的。开场前，五月天跟率先在后台和女神合照，阿信害羞的站在最角落，还被苏慧伦霸气调侃：“你站这么远干嘛？”玛莎也化身小粉丝，要单独跟女神合照，可见偶像魅力有多大。而苏慧伦事后更贴文大赞五月天的舞台，还写到：“原来台下的朋友有和我唱《爱的被动》，自己收到好多爱，多到要一直深呼吸。”相信前一晚也收到阿信满满崇拜的爱喽。非凡娱乐。